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哎，昨天没有更新啊，今天我也自己下了个决定，就像大家伙说的，我还决定出去玩一段。为什么说要出去玩一段呢？首先，我们东北现在比较冷，白天摸一天就是很暖。比如说今天有太阳了，不是很冷，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很冷，还有一个多月左右的寒冷期，让我干点啥也费劲。然后我这个车呀。这趟买完了就去了趟黑龙江，也算不成功。也没怎么好好玩。我想开它去一趟西藏，也不一定是西藏吧，反正就西部这走一圈吧。这次也行程不算太长吧，就是还是赶孩子开学左右，孩子开学，或者是再或者晚一点，然后就逐渐往回走。其实我自己内心吧，还是有一颗愿意出去浪的心，在家，哎呀，没办法，我这人做不到垂直度，爱好太广泛了，我喜欢的东西太多了。比如说，我喜欢唱歌，喜欢这些机械加工，喜欢旅行，哎，喜欢自己一个人躲在哪个没有人的地方待着，哎，就是说，先啥吧，先出去玩一段。然后等这次回来之后，在家开始就是做这个，旧物翻修啊，或者一些修复什么这些视频，做这些。可能吧，我有个想法，有个不成熟的想法，暂时呢，先不公布了。如果因为这东西，如果你没想成就公布了，到时候也不一定能成。所以说，暂时就先不公布这些。今天先收拾收拾车，把车里我要常用的一些东西。都带着，把我的冰箱也装车上。冰箱装车上，车里边带点饺子什么的。路上不愿意做饭，可以煮点饺子，多带点。我们东北的饺子好吃。然后狗我就不准备带了，外边也太冷，带狗也难受。米修在外边冻得也难受，它小狗也不禁冻。然后不带米修，狗粮的位置我还可以放袋米，我可以多带点米。东西也可以多带不少。今天开始收拾东西，把东西往车上装。哎呀，我的衣服什么的。哎呀，有用的往上装，没用的往下拿。咦，我充电了，吸尘器咋没电了呢？充电了，把我那大吸尘器拿来。都是狗毛啊！这个太阳能板没啥太大用，哎，这个防滑链儿带着，这些不能出，没用，好多臭袜子呀，好多臭袜子呀。这个玻璃水已经冻得当当的了，一会儿拿屋去吧，等明儿以后用。剪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东西啊？剃刀，吸一吸，这底下都是土，都是泥，都是那个垃圾。完了，水杯啥时候冻凉拌子了？还得买水杯。这不扯乎的吗？
哎，又要天天了。我这个电台老没地儿挂，刚才找了块小磁铁，给它拧着上。破车有破车的好处，破车可以随随便便我拧点东西没事儿，就拧到这儿，跟超市台拧个眼儿。可以，看，还挺结实的。这回以后电台那玩意往上一扔。今天我们走了条新道，这条已经不能称是路了，这说是穿越，这穿越路线，别人说的穿越路线，它还得有个线，这连线都没有，直接搁山上就下来了，叮咣的，哎呀妈，哎呀，这大坎子啊，哎哎，我的妈呀，哎呀。哎呦天哪！我服了，我这条道我的羚羊指定走不了，这条道我的羚羊指定走不了，绞盘绞都绞不上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水位都到这儿了。哎，哎，关播了，卡，这也卡关播了。还行，让人卡了。这不行吧？这是，这是哪沟啊？宋家沟。嗯，宋家沟啊，嗯，这沟咱也来过，我记着。来过。嗯。完了，到这个冰卡呢，我们过不去了，还得倒回来。往回倒。哎，走那边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离这远点。这个我看看打冰凉的叫的也不好啊，在冰面转了好几圈，本来是今天要收拾东西完了好出发的，我朋友非得来钓鱼，今天我不用来钓鱼了，然后我把车开到冰面了，看这冰能看见底儿，这已经冻绝底了，一直到底都是实心的，很安全，从这边一会儿搁这边找我打个冰眼开始钓鱼，拿冰川干。不能系安全带，我手放到这个，手放到这个位置，随时随地准备开门跑。接着我们在冰上呢，开玩笑啊，冰很厚，冰的话，这个我们车在车上开是属于非常安全的，明水。哎呀，兄弟们，让你们失望了，想吃席没吃上啊！哎哎，我带你个玩好玩的，你这样的地方你一抠。喝一点，啪就着，真着！你试试来，不试，试试。你有火机没有？可好玩了。这气泡多的地方，这地方来。这。干嘛呀？你点啪就着。干嘛呀？没点。你搁冰川穿。这没用，他咱一穿完了，一点他有点啥了。简单。哎呀妈，就搁这抠眼。抠眼这浅。浅点。这边正好靠树，靠毛驴。捡这个毛钩，你瞅这里这树枝啊，你看拉倒吧，这不行。毛钩，宝毛钩，往里边去点吧。水深三米，底下有树枝儿，扔毛鱼。把那垫子拿来，找好地方，它不中那啥，再抠个眼儿。把探员器扔里头，看看这里什么情况。哎，呀，嗯，不行吧？这里好像出树了。看第一个冰眼上没上鱼，有没有效果？妈呀，啥玩意都树枝儿啊？有毛钩吗？都看到鱼了吗？没看着鱼啊，看着，哎，行吗？好像没看着鱼。哎呦，我说这咋整？这下可以可以啊！开张开张开开开壶开壶，继续。
这里多少有点周水。呀，掉下来了！对呀，谢谢瑞。哎呀，这掉了有半个小时，掉了能有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八九十，十条鱼，钓了十条鱼。然后刚才那个水库这边来撵来了，不让钓了，大喇叭喊了。然后现在得慢慢都往出走呢，先走出来，在车上待会儿。我上车剪会视频，把今天这段视频先发给你们吧。大概是也就这几天出发吧。我把车再归置归置，不是车不用归置，车上东西得归置归置。然后手头有点事处理一下了，出去走一圈再说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，有点短，主要是跟你们说点事儿，然后晚上可能在这钓鱼打仗吧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晚上我们又来到水库要钓鱼来了，然后那个浮壁现在把车都开到这儿了，但是这个冰大概有一尺厚吧，我们马上准备从这儿抠眼儿，然后支帐吧。今天晚上在这钓鱼，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他在预备打窝的气，这个小盒，往冰下打窝的。黑垫子，把东西拿下来。这是那个垫子，这是液化气罐，气罐先拿下来，晚上取暖用的。这个黑垫子确定好位置，把眼的位置定好。哪边走啊，叔叔呀？这么待着？是，能钓边啊？钓边，就这边。那就定好位置，打眼。齐船的。嗯。对，就开了。靠着走水这边头，这边给他开齐船的，那哪边头啊？对，就这边给他开齐船的这边儿，我来看。拿走吧，带电拿走吧。啊！你说你胆儿大不？这后边冰，一直往上干，是吧？你有太走啊！准备打窝。哎呀，一盒重窝。这个打窝器弄的小削一削。到时候就靠过去，哗一拽，这个米就流到底下了。这属于定点打击。哎，属于定点打击。真没这水深。真没这水深。看着。使劲往出一抻，好，这就窝就下去了，这个盒里边米就下去了。好，先打了一盒米，然后再装一盒虫，红虫再装一盒。哎呀，支帐吧，支帐吧，支帐吧。哎，帐篷支完了，一会儿往上挪。哎，这是两平方啊，还有呢。啊，不是，咱把垫先铺上吗？啊，好了，咋那边开了？
啥意思？不对吧，帐篷啊？里边穿透了，小，啊，里边哪个眼穿透了？没有，没有啥，没有。没透，没透，没透吗？好，垫垫，垫垫。开始建房子，进屋上炕。整远了，远了吗？往回拽点。好嘞 ，OK， 我去那垫子去。这回上面再铺这个垫儿，这叫什么练功垫儿？叫什么垫儿啊？一个，你说就这能冷吗？有没有想来找拉个冰垫的？就这小垫子一铺，里边小炉子一生，小火锅一涮，哎，这日子多美呀！啊，我眼对准。为了防止晚上来股大风把我们吹跑，这东西得那个钉子挂上。哎，这是幼鱼灯，等晚上钓鱼的时候亮点。好，放在这儿，点上电，点上电源，四级，五级，好了，好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拖鞋，进屋。上炕，哎呀，怎么样？看看这我们俩这个日过，抽烟了不照你了。我们俩日过上了啊，这小屋门一关，哎，热了吧？衣服都甩了。挑好漂，挑好漂，把它挑好，准备就等鱼开口了。万事俱备，就差火锅。待会儿把火锅支上，再唱着歌。就把鱼给钓了，饺子熟了，饺子熟了，准备吃饺子。哎呀，我踏捞上了，直接捞冰的，照嘞，开始捞饺子。这咋照了，兄弟？这咋照捞饺子？一刀。啊，都分了得了，剩下我的。一边钓鱼一边吃饺子，兄弟们。可能只有东北才能这么干吧。哎呀，这是鸡蛋，虾仁，虾仁，嗯，好少。嗯，再见，先简简单单先吃点，到时候半夜钓累了，咱再下点火锅。哎，小火锅简简单单单排单排。嗯。你不咬了，行，不咬，哎，咬，带口的，小口，再来一口，妈的，不咬了，咬不大了你了，哎呀，终于上鱼了。钓鱼的，哎呀，上来了，啊，跑了，跑了，太好了。还有红酒啊？没有啊。卖啥呀？烟灰缸。其实我们不是来钓鱼的，我们是来吃的。我们是来野炊的，坐在冰面上吃火锅，你们能吃能感受到吗？哎，先来点菜。火锅啊，嗯，
味道棒棒的，来块肉，28146，我先来块肉。钓的白条，胖小子在这块烤上了，烤鱼吃呢，绝对新鲜啊！来口，没法钓了。拿探鱼器瞅着钓条鱼上来，没法钓了。哎呀，还接着看我这窟窿吧。哎呀，这小鱼烤的啊！外焦里嫩。哎呀，冒油了啊！那料理真香啊！哎，我这还有这御用烤食，给我烤鱼，哎，挺香的。嗯，带劲，真不累。嗯，烤真香。这里面有包调料的，漂亮。没油了。嗯。这10点多了，他也不上不开口了。今天呢，本来就是想钓点小鱼儿，完了总有这几条那大鲫鱼在那闹窝，要不这小鲫鱼的小白鱼能多带多钓点，那都在这儿呢。小白鱼都让他烤吃了，主要是钓白鱼来了。完没成想有两条大鲫鱼闹窝，半天小白鱼没钓多少，完了准备收摊了，不弄了。其实今天我们不是来钓鱼的，干嘛来了？吃火锅。多少东西？钓个鱼，鱼桶、凳子、水，这边里边的烂不烂东西，然后，车上一会儿还有帐篷，都要收，钓竿也拿出来了。开始装车，兄弟们先说好啊，不是我不劳动，是我在给他照灯，我现在是打灯主的，我得来回跟灯，顺便完我就是直接顺便拍下了，这垫子都已经上水了里边。把帐篷收起来，这是冰袋帐篷，我们在冰上就用这个帐篷，在里边看四面往里一怼，砰，五个面进去，帐篷收完了。走过你走过的风，进去了，看这个帐篷收完就不大点儿。好的，小芳。没去洗澡吗？过几天吧。东西装完了，他的车装完了，我就不跟他坐车了，因为岸边就那远，我走出去得了，不坐车了，回我自己车上。明天试试继续钓，看能不能钓着。今天的战绩就十几条鱼，大的小的。走开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狼，在停车场还碰见帅哥粉丝吧？对，关注狼哥很久了。怎么称呼？关注很久了，我的网名叫九两鱼毛。九两鱼毛。鱼毛啊，喜欢钓鱼。喜欢钓鱼。然后大哥跟我说了，看见上面这个箱子了吗？全是钓具。对，全是钓具。本来是信心满满的，是准备来西藏找个坑找个河去钓鱼扔两杆，但是到这之后发现事与愿违，感觉这并不是自己的美好之地，因为西藏不让钓鱼，好多地方不让钓鱼，不是说绝对不让钓鱼，有些河流是可以钓的，但是大多数是不能钓的。这个是一台17年的小北斗星，06年的车，然后跑这边了，到了拉萨。到了拉萨，然后没有变化证，就没往阿里那边去，准备走阿里的。其实没问题，我，20年的时候开我那台50多万公里那个出租下线的羚羊车跑了趟阿里，然后从南线就过去，从北京回来的，走了一大串，扎大土营，什么地儿也都跑了，叮咣就跑呗，没有事儿，路很好走，没有，阿里那边都是高原。它没有什么盘山道，就是始终在高原上跑，对车动力要求并不高了。啊，你平路上你一跑起来，你这高反它就没有那么严重。所以说它的盘山道就是很少。其实北斗星改床车呀，如果一人真的挺好的，
你看大哥这车，把这个副驾驶一改，而且北斗星不用改，副驾驶往前一放，这就是床。他这座可以直接往上一放，设计当时就是可以说，好像主驾驶也可以放，可以放的吧？一样的。对，主驾驶也是可以放的。然后大哥后边做了个架子，这边行李什么的。其实北斗星坐小床车是真的挺好，就是底盘太低点儿。哦，看，哦，哎，厨房。呵呵，这鱼毛哥的厨房，这是也跟我一样的一个冰虎的冰箱，这是20升的是吧？15升。15升啊，那我那也是15升的。啊，这是大哥把他自己车上剃下来的电瓶，并到这上面了，13块啊。3块。但是我跟大哥说一下，我说这东西最好不要并了，因为用过的电池内主不同，而且是容量不同的，这是45、60，这也是60的。这3块电瓶本身容量不同的，并到都是内主不同，它这是会自己跑电。反正我估计你的用电量不太大。嗯。冰箱也没有接，如果你冰箱长期接上，马上电就没了。嗯。你可以，你都不如买一个新的，你买的电动车的电池也没多少钱，买2块660的搁上也够你用电了。你这还有太阳能充电。哎。这控制器也挺好。这是个小电表，这100%，这怎么有用？这个冰箱的耗电耗多少？我看看，如果是按照这个容量来说，它运行一天大概得40到50安时的电。哦，这是您电，就是说你这个，如果说你这个长期这一块电瓶满电的，一天耗完了，但是你有太阳能的发电，还是会补充一些。嗯。哎，这个整的好，上中下底下一层，中间一层，上面又掉一层。哎，这也只能是北斗星有这个空间。北斗星的座椅可以把全车的座椅全放平。对对对。嗯，就这点是好。但是，刚开始我也研究过北斗星，想买一个，但我底盘太低了，不适合我。1.4的排量，可以。上面装了一个200瓦的太阳能板，我估计你这个电如果冰箱不带的话，应该完全够用了。够用，一直都是满的。肯定是够用的，一直都是满的。但是你带着冰箱可能就不够用了。冰箱我还没带嘞。没试过？得试试啊，冻点肉啥，你带都带出来，那你不带不等于没用一样吗？看看这个，听听这台16年的车什么东西？发动机还是挺好。这个发动机声音还是很透，没什么其他噪音，真的不错。哦，改了个大众的音响，从网上买的二手的，几十？这是人家给我的。给的，这从网上可便宜了。我以前我也买过，我买还带瓶子呢，能放那啥，能放那个光碟的，不多俩钱，可便宜了。现在没有人用这种的，没有用，都是用那个安卓屏。摆设了，基本上都是摆设。哎，其实这个车里空间是真的大，北斗星里边的空间做好了特别大。你看这上面，它这边还可以再搁点东西放东西，而且那个如果说他还把被子叠起来，后边可以同时坐4个人坐在车里都没问题，弄好了。你给我打广。你这个100公里的油耗得多少？反正1公里4毛到5毛吧。哪儿的油价？西藏的吗？西藏的5毛，西藏5毛，四毛。哦，那还挺省的。我原来那羚羊，我20年的时候油价便宜，5.68块一升。我开最省的时候是在青海，从那个315岔口到格尔木，格芒公路吧叫，360公里。我加了60块钱油。哎呀，当时我说这油加哪儿去了？我自己确实，你说他自己这不能唬人呢。嗯，我是从那个315岔口加的油，跑到格尔木又加的油，加了60块钱。因为我看这，我说这车油表坏了，油表咋不想不往下呀？我结果就加60块钱油加满了，那是挺神奇的。嗯，反正一箱油可以跑600公里。可以可以。这是个箱子，装东西的。嗯。真的行，这个小无损改装，这都没有干什么了，这全部可以。这车从哪儿进来的？从哪儿进的西藏？我从那个318。318，成都。走318进来的。嗯。然后又走318回来了。
啊，对，你要去云南钓鱼。对，大哥钓瘾犯了，想钓鱼，这手天天都想扬两杆儿。嗯，想去云南钓鱼，但是从这儿去云南啊，1000多公里啊。云南哪个能钓鱼啊？反正钓鱼人都准能找着地方，小河沟也能抽两杆儿。大哥这事主要是出来钓鱼的，可惜鱼没钓着。这家伙，你说这家上面这个行李箱里全是钓具，你说这杆多少把杆？十几把杆，大大小小。哎，那个海竿、手竿、机钓、竿，各种各样的，各种各样的。路亚。钓鱼钓了多少年了？都是。钓了多少年了？钓鱼钓了有20年是有的。今年您多大？我今年马上就50了。马上就50了。嗯，马上50。49。哦，比我大了5岁，就剩5岁吧。74年的嘛。那就对了嘛，我79的。啊。嗯。哎，挺好，自己一个人开一个小车出来游钓全国，也是自己在车上做饭吃，自己吃自己住，挺好的这种生活。我烧的汽油和卡式炉两个炉子。我不愿意烧汽油，黑锅。不黑锅啊？不黑吗？不黑锅。你那炉子在哪儿呢？一点都不黑锅。拿出来试试，让我看看。我看看是黑不黑，一点不黑。我以前有个那个炉子，你看我炉子都没黑，锅怎么可能黑的呢？大哥要修车的时候，哎，真的，那为啥原来我那个炉子就黑锅呢？你看，这些碗子，没我这个炉子多少钱？是200多吧，好像是。不行，我用不了，我这车柴油的。啊，你柴油的，哎，也是这种。但是柴油的不行，肯定黑锅了。柴油估计是肯定会黑。这种也有烧柴油的，还有烧酒精的。点一下试试，点一下试试，我看这火。点一下试试，它要先预热。我知道，这个我会用。这得先蹦一下气儿，打30下就可以了。然后，哦，你没有火机？哎，没有火机啊，这扳手搁这个是吧？啊，它要先预热的嘛。来，搞。不得先放出点油来吗？搁这里来，不是，不用放。他如果说你用个它预热是吧？对，我用它预热啊，我就不用那个预热了。那用它预热不会黑，不会黑。对，啊，这是一个绝招哈，但是有点本末倒置了，用气儿给油的先预热，完了用油的，电大火不好使了吗？啊，把这上面烤热了。对，完一放气儿就 OK 了。他自己放点油出来预热也可以。这个一买一下能用多长时间？用个，因为我一天做一顿饭啊。嗯。做一顿饭的话，用个一个星期吧。哦，那挺省的。耐用的，特别挺耐用的。火猛吗？哦，还可以。然后这把这个也这个加热管也得预热了。对，主要是这个加热管预热是于下面，主要是于下面，上面都无所谓。我很少用汽油炉，我之前用过汽油炉，就是那种猛火汽油炉，黑锅黑的厉害。这就行了。着了吗？着了。哇，这也着了。火苗呢？火苗你我不好看到。哇，这真是着了，烫手了。这火啊，难怪他们这挡起来看不看得到，绿色的。哎，可以，啊，这肯定不会黑锅呀，不会黑锅，我可以。如果你用他自己的，不用这个预热啊，你用他自己的这个汽油预热，会黑一点点，那不热了就好了。不会，黑这个黑一点点。哦，你这也是一个招，用它，我先用它烤热了。对，然后再点，对，这样就都不黑了啊！哎，漂亮，真的挺好。自己汽油车弄个汽油炉，然后这样的话走到哪儿燃料不缺，然后液化气儿就用那个卡式炉，用这个罐儿。啊，对，这个还没，我感觉这个它俩火量应该是差不多吧？火力这个大，汽油的大，还汽油的大一些。汽油的大，那这样省很多空间啊。对，省了很多空间。真的挺好，真的挺好。大哥，这是你第一次进藏吗？第一次进藏。啊，以前没来过西藏。以前没有来过。哦，难怪没有办边防证。你下次来，我估计你搁家就把边防证办好了。下次我在家里办一年的多好。我估计你下回不会来了。
没地儿钓鱼。下回看情况。真的是没有地方钓鱼，因为西藏这地方比较特殊，它不像咱们内地。什么时候西藏这边开放钓鱼了？那不可能，不得了。那不可能了。来的人真的不得了。有些地方有那个垂钓园，垂钓园，但是也挺贵的。基本上有些河里还勉强可以让你抓个鱼，但是湖里是绝对禁止了。啊，这一壶用一个人要用十天。对，用十天。哎，你看我。哦，还带了个汽油壶、汽油瓶。这个，我就这一壶油加上这一壶油，嗯，我出来了一个月。你看这一壶加上这本身的一壶，用了一个月。已经用一个月了。啊，我前天刚装的。啊。用了一个月。哎，钓台。对。这么点儿。这个小钓台，我就来当那个做饭的。哦。这是把这个渔具拿出来当啥吃了？对，当桌子。桌子钓台当桌子。嗯。哦。但是这原车是有货架的吗？原车没有。这桩子是怎么固定上的呀？我把车顶钻了三个洞嘛。哎呦！我为了牢固。你打那个拉姆罗斯就可以呀、啊。拉姆罗斯。打个窟窿，然后拉姆罗斯一拉就完事了。哦，我是。然后再打上胶，它也不漏水。哦，我是直接钻了洞，用螺丝把这个铆住。真狠，你大哥，你这真看车不值钱。我是车，我的车是拍摄设备比车值钱。大哥，这是钓鱼渔具比车值钱。确实是，我里面的钓鱼竿拿一根出来就可以买一个这个车。啥是一根鱼竿花了多少钱？我鱼竿里面最贵的一个是8000多块钱。哇，打劫！那你这一套渔具得几万呀、啊？嗯，一套渔具得几万呀、啊？渔具啊、嗯，这里面的大概有30万块钱吧。30万块钱、嗯，家里还有，船啊什么的。我就问我嫂子不揍你吗？嗯、嫂子管。没事，他支持。啊，钓鱼的男人。因为没有别的爱好嘛。对，钓鱼的男人没有别的爱好，不会上外边找别的。对老是，你说收二手的车的啊、嗯？收二手车的，这个车。给你多少钱？3000。啊，对，也就这样。下个车差不多，没有下个车高。这个没下个那是下个车下个那是那个浪迪，这是北斗星，都是一个厂家的，但是那个是四驱的。嗯，对。但是这个有自动挡的、嗯，这车有自动挡的，没有这个嫂子相当放心。如果想找人上河边一找，准在河边钓鱼呢。对，跑不了。不是在钓鱼，就是在钓鱼的路上。但是钓鱼也挺费钱啊。确实费钱。那怎么说来的？钓鱼穷山寨，单反毁一生，一招学了狗撵兔，从此走上不归路。祝大哥旅途愉快。接下来准备去云南钓鱼去。对，大哥你要有钓鱼多的地儿，你叫我一声，然后我也去，一会儿加个微信啊。没问题。再说一声，大哥叫什么名？叫什么？九两鱼毛，九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，大写的九。对，两是一两二两黄金那个两。嗯。鱼是三点水那个鱼还是就？是钓鱼的鱼。就是一个鱼，就是怎么叫吃鱼的鱼？鱼毛是九牛一毛的毛，九两鱼毛。为什么叫九两鱼毛呢？嗯，鱼毛就是鱼鳞。哦，对。九两鱼有一个一定有九两，你说那个鱼有多大？所以说我就有含义。希望你早日能钓到九两鱼毛。喜欢钓大鱼，所以起个名字叫九两鱼毛。好，以后大哥有好钓鱼的地方，然后带上我，我也去，我去给你拎东西。行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今天是周六，我儿子昨天就跟我商量说，儿子八丫，那个明天带我钓鱼去呗。我说行。然后现在是上午的。9:50，下午2点钟，闺女从丹东坐火车回来，然后钓到1点钟，能钓多少算多少啊，儿子，好吧。抓虎了，把哥哥也带出来了，要不在家憋快憋疯了，外边溜溜了，一会儿我想给他扔水里让他游泳，他还没游过泳呢，给他练练。哎呦，你去看看儿子，他们拉啥样？溜，我看，我这边吃蛋糕呢，我看。不坏，咱上那儿去，咱得想法走到那儿去，那嘎就能钓着好鱼。那个谁，小五，咱是拖鞋过去吧？皮叉拿着了吗？没拿着，拖鞋过去，走那儿去，那嘎能钓着嘎嘎鱼啥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头一天新车呀，朋友们，这给我照的，带狗出来，我儿抱着狗弄都土，赶紧我那大包围脚垫
应该明后天到了，到了之后就能啥了，就能那个包上点了。艾瑞克这句话说的对啊，你要是带着格格出去，以后这是常态了。格格，哎呀，这家伙，这家伙拉完屎就拉尿，拉完屎就拉尿。当然你爱说尿。早上没吃饭呢，将抠进行到底，买点老蛋糕吃了。不吃了，给他。这种老蛋糕我可喜欢吃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卖的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快回来！哥哥，好，不行了，喊不回来了，瞅你了。有了，快来，快回来，哥哥，快来，快！啊，跟我儿子跑了。这狗一会儿不能撒手啊，撒手就跑啊。好长时间没有这么光脚走了。哎，我不喜欢穿湿鞋。啊，石头好光啊！脚扎脚都扎不了。要不鞋一半会儿不干呢。小的时候经常这么光。我不知道，哎，头两天啊，头两天那边下雨，垃圾冲的哪儿都是，钓位在这儿呢，这咋钓？就搁这边钓就行。嗯，钓个干鱼这还能有？有。嗯。有，你可求你钓几鱼行？哥哥今天得把了，哎，他还知道哪凉快呢。你看他还知道哪凉快呢，他还知道山底下凉快。钓鱼这块挺好，往那块打。儿子，来坐这儿，我告诉你，往那块打，打这儿。拿在中间那块儿，俩这朝中间那块儿往那儿打。嗯，这得四米五杆吧？你几根四米五的？一根，五米四行吗？三米五行吗？嗯，没事，给我啥杆都行，我钓个杆鱼玩会儿。小五和我儿子都选择钓鲫鱼，我说我不钓鲫鱼，我在钓杆鱼。我买的那个鸡竿，买的鸡竿在这钓鲫，钓那个杆鱼已经上一条了。已经上一条了，在那个鱼户里边了。等会儿吧，就看那个什么时候上鱼。我儿子上鱼了啊，目标鱼鲫鱼。他们没白坚持，是吧？这还钓鲫鱼跑了，也是我没跑。算了吧。好嘞，我这个钓两条嘎鱼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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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海哥，小五开张了，开张了，他就知道吃，他会啥？上鱼，食儿没了，有食儿啊。有事啊，打电脑里一甩呀、啊。刚才给了一口，再弄点。哎，好像有鱼在上。哎，来了，来了。哎，哎呀，看怎么样？好拉丁。来了，应该是上了，黑漂了。哎，上货，小大鱼上了啊，呵呵，有点小。吃啥呢？哎，来了。嗯，又逮个田螺啊。哥哥在那逮田螺吃，这河里摸好几个了。
这家给我儿乐的，开张了。赏鱼了是啊？别摇起。嗯。别摇起。别扎手啊，扎手可疼了。开不来。等一等。到十二点了，我儿要不客气了，好歹都得补着。哥哥，哥哥，走了，回家了，走。我现在把我儿先送回去，完了待一会儿再接我闺女去。儿子今天钓了几条？也好几条鱼呢。儿子刚才临了还钓个大手杆鱼，这那条应该最大是吧？嗯，走了，走，哥哥，过来。你说这个玩意它也怪，它就不怕水。一会儿上车怎么上的呀？你得嫩着它呀，儿啊。不是，你嫩着它，让它脚底下待着就行。到家就给它放下去，一会儿就到家了。都没人来要你了，你说真脏，嗯。前边桥洞施工，让我们绕道绕高速上来了。这是正在扩建的高速公路，那意思我提前先做个免费的高速，不用花钱。哎呀，你算不算占了高速公路的便宜啊？还好还有十多分钟，还有十五分钟，火车才进站，还来得及。我去，还堵车了还。这个不耽误事儿呢吗？小动物这还堵车了。这大哥可能是先啥了，先那个堵车时间长了不过了。看这个意思，一时半会儿躲不开了，咱也找到吧。这地方也不行，赶紧去接闺女去。往回走又堵上了，这个出租车把这堵上了，还得往前走呢，前面一半会儿开不了了，赶紧绕那个绕306国道那边进北站吧，这边太啥了。哎呀，还好，32分到了北站。没耽误接闺女，一会儿去看闺女到哪了。哎呀妈，正好。我妈那边堵车啊，我紧赶慢赶刚到这儿。太吓人了。怎么了？看那帮出租车司机。啊。我刚出门口，哎，带着味儿，那咱前面的美女，那美女来，来，美女上来了。我的妈呀！我说我有人接，他说啊有人接，然后后边那拿行李箱的小伙，你拿包的小伙，来小伙。我咋能坐动车晕车呢？我现在头可疼了。动车咋还晕车了呢？我不知道，我这脑瓜疼的。人家车，这个倒着买的。